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老实讲，比而家呢班咁样嘅问责官员去谂呢啲嘢，或者而家你喂去谂呢啲咁嘅政策，嗰啲 A.O. 啊，或者下面啲人当然又唔会同你出声咧。你谂下系几捻荒谬？屌你老尾！我去住屋要去做呢啲咁嘅事情，都算啦。200个钟，你有冇谂过啊？200个钟喎、啊，屌你老母！一日做2个钟都要100日喎、啊。喂，社會服務力最多嘅社會服務力好似就係200个鐘定105个鐘嘅啫，係最撚犀利噶啦！屌你老母，同 CEO 對話，我肯同佢對話，對話得我幾多個鐘啊？屌你老母閪，黐撚線啊！真係黐撚到你唔識講啊！嗱，今日靈實醫院有單咁嘅嘢就爆出嚟，有個老人家嗱入得靈實醫院咧，大家知係咩事咧？其實都係一啲即係講差講衰啲啊，等死啦，係嘛 ？OK， 醫院就話佢去探訪嘅時候，嗱、這、呢個死者係梁生，80歲啊。佢啲細路咧，啲仔女去探佢爸爸嘅時候，發覺爸爸咧精神唔好，又開唔到眼，呼吸又咁慢，而吊鹽水吊好慢，30下先滴咗一下。於是乎咧，兩次揾姑娘去睇，姑娘就話：冇啊，係咁噶啦，冇問題啊。啊，冇嘢，第二次係咁啦，冇問題啊。OK， 好啦，咁冇辦法啦，佢哋話冇問題。咁然後就離開咗靈實醫院，點知15分鐘之後咧，就收到醫院嘅電話，就話咧佢爸爸啊心跳停咗，過咗身啦。OK， 佢咧阿梁生嘅家屬就話嗱，佢哋嘅投訴咧，今次咧佢開出名義，並不希望有任何賠償。即係人都走㗎啦，嗱，事實上佢去得靈實醫院，老實講都真係等㗎啦 ，OK， 即係呢啲叫做咩啊咩養醫院啊呢啲咁樣啦，好啦，但係佢就話喂，一定要有個講法咯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唔希望有第二啲人會有咁樣嘅情形，嗱，咁於是乎咧，記者咧亦都去訪問咗即係靈實醫院嘅答覆，咁靈實醫院嘅答覆咧其實都前後唔一貫，第一咧。第一次嘅答覆咧就話係的而且確有病人咁嘅情形，我哋已經苛責咗，即係嗰個護士啦，點解唔認真啲 ？OK， 好啦，而第二次咧，佢亦都係話難以接受嘅咁樣嘅情況，不過咧就冇話咧有苛責嗰個護士嗱，咁我就唔想去尋章摘句啦，其實兩封信去回應都係有話。那個病人是有叫護士去看，而那個護士呢，當值的護士是真的沒有走去看、其實呢，我想你要明白個病人的心，喂，爸爸去到那個環境，去到靈實，其實大家都有心理準備，我相信他都有心理準備、但如果他發覺咦這麼差的環境，於是乎叫個護士來，那個護士真的走過來會看看東西，然後叫下醫生來看看、做一些急救，或者真的有看過，然後跟我們說，哇，是這樣的，你知道爸爸的情況都麻麻地，希望他即現在都 OK 的，這樣、那他就會舒服很多了。但是呢，他兩次叫你，你都是離遠，啊，是這樣的，走過去。喂，可能我都知道，是這樣的，我都知道。那你怎樣，爸爸都入得靈實了。你那個，死者的家屬是的而且確很難受，這個投訴我認為是合理的。咁但係點解會有咁嘅情形？點解而家啲醫院包括好似靈實呢一類，即係醫院都好，係三番四次出現一啲我哋過去嚟講，嗱醫療事故從來永遠個世界都有嘅，但係係密度多咗。喂，那個道理大家知唔知？大家都知嘅應該係嘛？政府知唔知啊？你知道，但係政府嘅做法係咩？加快引入多啲外國嘅護士，外國嘅意思大家知喺邊度啦嚇，或者引入一啲喺外國有資格嘅，譬如香港人或者即係佢認為足夠資格嘅人過嚟香港。好啦，最大嘅原因唔夠人。嗱，根據咧啲資料顯示咧，即係呢個護士協會主席謝建強話。
一般嚟講，護士到接到家屬求助係需要去病人啊，佢哋自己講啊，個病床前觀察啊，睇下個衞生指數啊、清醒程度等等。OK， 如果同之前有唔同，譬如阿梁生個爸爸，咦，雖然佢朝頭早已經 check 過係咁樣，心跳係譬如係100，咦，而家得50喎，啲衞生指數啊，咦，個血氧本來係93，而家得86喎，係應該要揾醫生嚟幫手嘅，甚至乎 OK， 但係係冇行埋去啊嘛。不過阿謝建強即係呢個護士會主席就話咧 ，OK， 近年護士人手真係好唔夠，普通病房一個護士要照顧8至12個病人，啊係好 common 啊，8至12個病人。咁你哋可以期待咩咧？於是乎咪而家嗰啲，譬如話點解當日嗱，我唔想咁樣一定咁講，會有個女仔去聯針，竟然將佢個頭焗咗喺嗰度而死撚咗。是不是因為喂砰砰聲會不會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估啊，砰砰聲不要喐啊，妹妹砰砰聲聯完針，佢可以鬆手入去睇第二度咧，會不會咧？好啦，咁點解會少咗咁多醫護啊？咁當然有政治問題啦，當中。好啦，我揾翻啲醫護嚟，佢係咪有足夠嘅溝通能力或者個習慣？要一段時間。又如果再講入啲，你香港嗰啲醫護喺而家香港人咁暗春性格，即使你係個 ward 或者係個醫院嘅管理人士，你夠唔夠膽去指令嗰班人咧？我唔知啊。好啦，又或者我而家外國吸引嚟，咁點啊？咪高薪咯？會唔會嗱？我唔相信會高過香港，因為香港已經足夠高薪去吸引人哋嚟啦。但係外國翻嚟嘅，我講歐美。是不是一樣可以適應到香港那個工作情況呢？因為香港密度高啊。如果你稱職的移民走了、okay? 壓力就在最新的護士醫生上頂不順，他們可能會 quit， 特別是護士、醫生就要拿你的牌、okay? 好了，運一些最主要的國外醫護嚟，係咪能夠配合到咧？結果個人力個 manpower 嗰度係夠喎，但係真係幫到手嘅又未必得喎。於是乎就會有啲怨氣嘅，怨氣搭上去咧，就會有離職嘅念頭。呢個係惡性循環嚟，大家都知嘅喎，唔使講嘅喎。加上人口又真係老化咧，香港。你好似呢單靈實醫院呢單嘢咧，真係唔係個別例子啦。近排咧，我哋讀嘅醫療投訴咧係多過以前好多。好啦，咁另外呢一單嘢，其實呢單嘢都好奇怪。嗱，有架九巴，琴晚點幾鐘由尖東開去順天尾班車，去到伊利沙伯醫院對開巴士站，見到車站冇人接車。於是乎佢冇埋站，繼續開車去到惠里道下一個燈位停低嘅時候，有個男人突然間跑到埋嚟，咁個車長就打開車門，但係對方冇上車。嗱，點解個車長會打開車門咧？因為 OK 去到惠里道燈位嘅時候咧，呢個男人走埋嚟啦嘛。咁如果佢要打開車門嘅話咧，嗱佢話惠里道燈位應該唔係站嚟嘅。就可能咧，係佢 sense 到個客係最近追過架車，係準備上車，所以雖然嗰個唔係站，但係夜媽媽啦，開門俾佢咯。但係嗰條友唔上車喎 ，OK， 好啦，唔上車，我咪繼續開車咯 ，OK， 好啦，開車去到個燈位，再到停下嘅時候咧，嗰個男人跑到埋嚟咯，佢再開門，再開門，個男人咧就登車，情緒激動。就屌柒個車長，做乜撚嘢？你唔埋站，屌你老母！於是乎車長就要求佢落車。喂，咁你唉咁撚多嘢講，你落車啦。點知呢條友咧就突然間攞咗個俗稱尿壺、尿袋，大家知道尿袋啦，出嚟就咪鳩爛個車門玻璃，跟住就走撚咗。喂，好啦，咁呢件事咧嗱，其實好撚小事嘅。最主要咧，我估計啦，屌你老尾有條柒頭戇鳩鳩 ，OK。屌你老尾，喺度等車又聽歌定唔知乜撚嘢，
又匿埋喺下坐埋一邊個。我依個車夜媽媽黑媽媽見到咦冇人截鳩佢，咪去咯。佢就追，追撚到去啦。個車門就開，個司機開，喂係咪上車啊？屌你！佢又唔知一剎那啲嘢咧，黐短撚跳撚咗線啊，唔撚上。一上車咧，到再下個燈位啦，屌你老母閪！一上車，佢用喂司機開門俾你咪上車咯。就係、是。屌你老母撚嘢啊！佢個司機話：，屌你老母咁撚串，落車你落車。佢於是乎，屌你老母就逃開咁樣。好啦，嗱佢始終會俾人拉到嘅，因為我哋咁多天眼。但係我真係唔明嗱，佢係追咗170米。嗱嗰度咧，根據佢呢度形容咧，佢呢度應該係惠利道。嗰度嗰橛啊，即係 QE 嗰度嗰橛，嗰條路夜晚咧真係唔係幾多車，即係華人咩華園會嗰橛啊，嗰170米咧，嗱你唔好用奧運嗰啲啊黑鬼選手，如果你諗啊，佢即係十零秒嘅啫，170米都幾撚遠嘅喎，佢屌你冇佢屌你冇去追撚到架巴士喎、啊，當然架巴士要停燈位啦。然後那個巴士嗱，那個其實佢可以唔開門俾你，因為嗰係燈位唔係站。嗯、但係開門俾你，你就一個勞撚氣啊！屌你老母唔撚上，唔撚上咪開車。佢再追，係咯，好嘢！再追多個燈位，一個燈位點都100-200米噶嘛。係，屌你老母！然後司機開門俾你，你上車啦就屌鳩人。嗯，屌你老母喂！我真係唔撚識啊！而家香港真係乜撚嘢事都有。喂，屌你咩？人哋肯開門俾你啊！上車第一嘢，你上撚咗去。哎，唔該唔該唔該，因為嗰係尾班車嚟嘅，大佬。至於點解佢唔埋站？你唔使理佢點解唔埋站？你戇鳩鳩嗱，通常你咁樣接，佢一定埋站嘅。嗯，佢梗係行過，因為我好理解嗰邊嗰啲環境啊。你可能挨埋一二個啲草，即係啲草或者牆後邊啊，你喺度打機咯，睇電話咯，咁我見到冇人，咁咪開車。你又追究佢，佢梗係見到你追究佢啦，後鏡或者見唔到都好，停站嘅時候，佢都開站俾你，其實算係夠義氣啦，話俾你，俾我，我屌你老母閪咁撚樣啊，屌你老味閪，仲而家賴硬嘢㗎，佢始終都係。好啦，咁另外有條友，我覺得係有啲吹水嘅，喺社交媒體度發帖，佢話以後唔好同我講住屯門好遠，點解啊？因為話頭先放工冇嘢做，喺旺角行入嚟。凌晨12點開始行，6個鐘頭都唔使就行到三聖村。佢話計過自己行咗37,000步，好自豪地話好撚近啫。咁於是乎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 response。我想講一樣嘢，有冇使唔使行6個鐘咧？如果行到三聖村，唔知未行過。你我真係覺得唔使嘅喎，使唔使啊？定係你嗱？首先我哋如果由旺角行去三聖村，我哋會點行咧？你唔會行屯門公路㗎？照計，係嘛？如果係啊，屌你老母，算你巴閉啦，嚇撚死！屌你應該，你會點行咧？都係行青山公路，但因為6個鐘係好撚耐嘅啊！嗱，佢話咧嗰日佢仲曬出多張行路翻屯門影嘅街照街景照，證明自己冇講大話啊！佢話總共行咗29.53公里，平均配速啊每公里11分54秒。11分54秒，即係12分鐘每公里。其實真係慢喎，真其實使唔使咁耐真係唔知嘅，真係嚇。OK， 嗱咁啊，總共行1,971公里，但係原來行1,971公里都係消耗咗兩杯大嘅珍珠奶茶，咁撚少嘅啫喎，真係好撚大鑊喎。係啊，真係好撚難啊減肥，所以上嚟買你啲狗藥嘢。嗱，最後講埋呢度先，我出張相睇埋張相嚟講，嗱有冇我 po 上去嘅？嗱，直情係 exactly 咧一份啊！佢嗌一碟乾炒牛河，嗌一碟咁嘅燒鵝例牌啦，幾嚿啫，同埋一杯海樂可樂多冰。我首先唔明白點解人飲可樂會多冰，埋單654蚊。喂，嗱，老實講係真係好撚貴，係咯，好撚貴。嗱，當佢一講埋喺邊度咧？哦，原來係機場容記，咁於是乎啲網民咧就話：，唉，名店咁差唔多啦，點樣？嗱，我唔好講係咪名店，係咪掠你，係咪成？因為點解咧？香港頂，我覺得一樣嘢嘅啫，明碼實價咧，就講明就冇揾笨嘅，講明就冇揾笨實噶。但係你問我，我亦都知道人哋個租金啊好貴，或者有大名氣啦。
但你話呢碟牛河$206，呢碟燒鵝$300，哇！加埋呢杯汽水咧，就我唔睇下燒幾多錢先。嗱，連埋加服務費654.5，減咗加一啦，即係減咗加一嘅話咧，五百九減呢個560，即係杯可樂$30，佢話可樂多冰添要。即係我真係唔明啊！可樂點解要飲多冰咧？嗱，你問我啲人話，我燒鵝就正常啦，$300碟可粉貴。我同你講，如果用呢一嚿，我做乜要埋張相咧？如果用呢一嚿燒鵝嚟計咧，呢一份啊，$300都好撚貴啊！因為佢呢度唔係半隻，呢個禮牌係得真係幾件啊！我問佢，你睇我用咩原碟？呢、這個牛河，喂，老實講，食唔食得起啊？我哋梗係食得起啦，但我一定唔會入去食咯。嗯、我真的不會進去吃，入到去我是會做得出呢，入到去坐低了看完餐牌走回出來咯。不過說真的，機場又會貴一點，又貴一點了，自從寄又鋸你了、啊、但是 我真的不會吃不落，我背著骨落咯、啊、即你說你做不做出坐出坐低了，哇，到$206乾炒牛河，到了$300禮牌，屌你老母、啊、哇，我真的頂不撚順，屌你老母，真係貴啲，你話就算我話喂，你咪當喺英國咯，喺英國都係$10啫，$11-$12一個牛河，有啲可能$10留下添，而家有競爭係嘛？燒鵝就真係冇得講啦，唔知點解，佢哋係得燒鴨嘅啫，屌你老味閪，我就頂唔順啦，休息一陣。